保罗达帖撒罗尼加人后书第一章。保罗、西拉、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加，在上帝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，愿因为平安从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保罗为门徒感谢上帝。弟兄们，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上帝，这本是合宜的，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，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。甚至我们在上帝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，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够存忍耐和信心，这正是上帝公义判断的明证，叫你们可算配得上帝的国。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。上帝既是公义的，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，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。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，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，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沉沦，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。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，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。我们对你们作的见证，你们也信了。主在门徒身上得荣耀之名。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，愿我们的上帝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，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作的功夫，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，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，都照着我们的上帝并主耶稣基督的恩。